好了，各部门都安静了，我们把这场戏重点排一下。我安静了 ，OK 吗 ？OK 吗？注意机器，互相看着对方啊。开始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啊。准备 ，Action！ 每一次我们相遇，每一次你回头看我。看的对方呀，注意你的对手，这个时候没有别人，眼里只有他。再来一遍。每一次我们相遇，每一次你回头看我，我都装作毫不知情。其实，我也在一步步慢慢地靠近你，来确定你的心意。今天，我想问你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？证明爱情有偏差，好想要放弃他，好想要放弃他，心里却一直在跟自己吵架，假装不在乎，假装每天很忙碌，可是我却爱那没有错，你就是天生的男一号。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跟汤姆飞排练。哇塞，太棒了！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同学，先付钱再喝。哦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这条裙子没有把我的小蛮腰衬托出来。我回去再改一下腰线。你能改好吗？你知道什么是腰线吗？毕竟你又没有腰。你干嘛呀？想勒死我？阿霞已经很累了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怕累别拿学分呀，做不好我就去跟老师说换人，不换人我不演了。你去说吧，学分我不要了，随便了，不做了。干嘛呀？学分本来就是你应该得的。他这样找麻烦，我怎么得学分？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帮你得学分的。老师，不想演了。为什么？夏妙妙想抢我的女主角，她说她不想当替补，想当女主角。有什么不对吗？不想当主角的替补不是好替补。反正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让我好好想想。那老师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个答复？不然我不演了。好，
只要一段戏，你们试一试，谁赢了谁上。再来一次。哎呀！韩孟非，你这叫怎么摔呀？你看看人家，两年又不在，我演给谁看啊？摔给我看呀！再来一次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我宣布，女主角换成夏淼淼，没有替补。像王子和灰姑娘，老师，灰姑娘也是会有自己的王子的，那也是变装以后呀。我知道了，夏淼淼，跟我走。李霞啊，给淼淼把戏服换上，再给她画个精致的妆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现在是女主角。啊！我错过了什么？你怎么是女主角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行了，交给你了，我忙去了，给她画漂亮点啊。好。我决定用蓝色和陈曼的定制系列，向你展现一下我鬼斧神工的化妆技巧。闭眼。梁又年，你现在还在弄这些干什么？赶紧研究一下剧本啊！老师，我都背好了。我又改了一句的。老师，你为什么总缠着我呢？我能不缠着你吗？我也不想呀。那万一你走了怎么办？我没有别的男主角的人选。谁说的？
老师，你不是问我要不要来演吗？啊，我现在来了。OK， 你作为备选。备选？谁做他的备选啊？老师，你不是说我直接过来就可以演吗？哎，你不是拒绝过我吗？而且人家先来的。可是你刚刚也被梁永年拒绝了，你没有听出来他根本就不想演吗？哎，永年，你说这应该怎么改啊？你现在这幅画的颜色太不符合初恋了，你让他改一改。我的男主角被换了，一样的学分，我要做全剧的戏服。真羡慕何心，不知道在哪儿游山玩水呢。喂，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太倒霉了？有什么好倒霉的？我都两天没睡觉了，我都没抱怨。阿霞，老师让你多做其他人的戏服，那是证明你做得好，认可你的能力啊。那之前基本上也是淼淼帮忙一起做的。那你让淼淼继续做呗，反正她喜欢做服装。至于淼淼，男主角换成了我的开拓，你有什么好嫌弃的？他哪里配不上你了？你给我好好演，我会赶回来看的。何心也太凶了吧！啊，走吧，熬过这一周再说。怎么样，大成？把胶药对实了。好。永年，快点弄啊，弄好点，仔细点啊。淼淼，来给我看看哪个布好看。这个还有这个。做那个整体的裙子，或者可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梁永年啊，平时都不拍人的，都拍那些死气沉沉的建筑物，那我照片重要啊。学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戏服做的怎么样啊？终于赶在演出前一天做完了。好困，我一会儿把这些弄完就去睡。你这么累，明天能演好吗？没事儿。其他都没问题，主要是哭不出来。不然还是用清凉油吧。还是算了。
哎，淼淼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梁幼年从来不拍人像的吧？嗯。他拍了你。这不会是拍错了吧？好像还有一张。学长，把你拍的好美啊！嗯。淼淼，我们再把这个扣子定一下吧。不，我太累了。我最喜欢的那几套衣服都是你做的啊。嗯。哎呀，你在建筑系太可惜了。要不建投明来我们系。来。行了啊，大家准备好，准备上场了啊。好。到了呀。怎么没有力气啊？大点声说好不好？好。淼淼，你没事吧？先别想这么多了，先把戏演完。要不要清凉油？能不能哭出来？不用。真好看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慢走。同学来看看花儿。同学，看看鲜花怎么样？同学，来看看，不要。同学买鲜花吗？同学，看看这个鲜花怎么样？特价今天。谢谢谢谢，慢走，慢走，拜拜拜拜。同学买鲜花吗？同学买鲜花看看。同学来看一下。王老板，够了吧？这都快开始了，你还嫌没赚够啊？这不还剩两束呢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成本可高了。要不然你给买了吧。嗯。我不买。你忍心看我一个人在这卖啊？忍心。梁年，你变了。上次还为了我去演男主角呢。现在竟然连一束花都不舍得给我买，太伤人了。哎，行了吧。这个多少钱？够兄弟，80。来，送你一张卡片。写给谁啊？夏淼淼。夏淼淼。哎，有情况啊。啊，你这花上都是哆啦 A 梦，我不送他我送给谁？为什么呀？你没看到过学校井盖上面那么多哆啦 A 梦吗？那是他画的，我能不知道他喜欢哆啦 A 梦吗？那你可以买那束没有哆啦 A 梦的，送给别人。行了，卡片都写了，就这样吧。
思量一下，让一下。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行了行了，赶上了。表演，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个表演，校庆献礼大剧《初恋》。每一次我们相遇，每一次你回头看我，我装作毫不知情，其实我也在一步步靠近，来确定你的心意。所以今天我想问你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如果喜欢的人能够带给你前进的动力，即便不能够在一起，也是值得的。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喜欢。我足够喜欢你，所以我可以不拥有你。老师，我刚在剧场，所以才没能接的电话。你来办公室找我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帮我把那个衣服给方远远了吗？给了。太可怜了，你说那礼堂里空调开那么冷，他还穿那么少。怜香惜玉，真不像你。那你是不懂我，我就是现在的贾宝玉，好吗？不稀罕懂。
学长，你来了。你好，我想请问夏淼淼的位置在哪里？那个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小心。老师，你找我吧。永年，来，坐。这两天啊，在整理历届优秀作品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，想给你留作一个纪念。这是你妈妈在大五的时候画的。那个时候我才大一，我听说那个时候你妈妈正好和你爸爸闹别扭，所以第一次大作业就开了天窗，后来补交了，还是拿到了优秀作品。梁刚，傻子。喂，爸，我只想跟你说一个搞笑的事呢。我先说件正事儿。端午节回来，咱们全家呀去拍张全家福，你想办法把开拓带回来。听到没有啊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信号不太好。那你听到我刚刚跟你说的了吗？嗯，开拓是吧？我先去找他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还是自己的儿子最靠谱啊。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件搞笑的事情要告诉我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忘了。喂，喂，这小子。我们去后台找淼淼吧。今天我想问你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？
你去吧，我去找开拓。哎，有异性没人性。请问人性是什么呀？果然不是人，一身禽兽味儿。你不怕去找林开拓把他给熏晕了？正好熏晕了，我把他带回去。要不要脸？开玩笑啊，这好像是臭了点。但是这是我包里最干净的衣服了。那我带你回去换衣服去。走走。是幼年学长拿进来的哦。嗯，我刚看到他拿了。哎，淼淼，你先别谢，你们话剧社要拍合照，叫我一起去呢。我是代表班级来献花的。哦，学姐，你这花可真好看。谢谢，我们都没有，男朋友送的吧？不是，你别乱说。哎，你这花是送给谁的呀？这是小学妹送我的。真不错。这个送给你。我不想要。这是我们班献的花，你拿着吧。来啦来啦来啦，我们大家一起喝饮留念吧，为我们今天的成功发。上去啊，淼淼，站好，矮的站前面，高的站后面。女生女生，来来来，往前站，往前站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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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摄影师给我们照漂亮点啊。好嘞好嘞，往前，一二三。 OK， 老师，我想和你合照。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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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一起了。Thank you.
城市变模糊，你的脸多了几分陌生的感觉。我像个木头站着不动，依然留恋你微笑的脸，好像我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。就这样发着呆站在你的面前，在这热闹的街，旧时光还会经常来找我，你是否偶尔也想要回头，回到曾经我们向往的纯真的时候，回到曾经我们姐早，早啊，杨淼，你的眼睛怎么那么红啊？哦，可能是昨天在台上的时候哭太多了吧。哦，那你记得一会儿拿毛巾敷一下。好。下午的测绘课大二和大一的要一起上，一会儿我们一块过去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花要不要我帮你做成干花啊？不用了。来，晶晶，王老师拿着。同学们，今天呢，这是公选课啊，建筑测绘实践的第一次实践活动啊，所以呢，大一和大二的学生们都来了。大家看啊，这一片传统的建筑群呢，即将进行商业化的改造。那对我们建筑系来说呢，旧城区的改造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啊，大家一会儿在测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思考啊。思考什么呢？有谁知道？思考创造与传承要如何兼顾的问题，明白了吧？哦，还有啊，明天呢这里要进行小规模的拆迁，所以呢大家尽量在今天完成测绘啊，两人一组啊，我会在端午节假期前收稿的。说什么呢？来，一个个说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行了，你们先分组吧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分好组呢就开始测绘啊。哎，玉明，我俩一组吧。你干嘛？帮助我的组员啊，走吧。啊？走吧。好啊。
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半死不活的。没有啊。什么没有啊？这门框你都测第三遍了。行吧，你也别测了，过来帮我扶梯子吧。你怎么把笔别在耳朵后面？像个老头一样。我不喜欢别人碰我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是针对你的。没事儿。真的不好意思。真的没事儿，你再这么说，我真的生气了。你还好吧？钥匙给我。夏淼淼。我说，把钥匙给我。魂不守舍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没什么。学姐你怎么了？我脚崴了，实在是走不动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用年带我去医院看一下。夏淼淼。到。帮我把工具收拾好给老师。夏淼淼，到。帮我把工具收拾好给老师。咱们在等谁啊？我约了大超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不用截肢吧？你才截肢呢。所以医生到底怎么说的？尽量不要受力，多冰敷，一周换三次药，然后远离水源。等，我记一下。啊，什么？冰敷，啊。一周换三次药。一周换三次，刚才不说一次吗？三次啊，一次，一周换一次药，不要剧烈运动，不能沾水。记得复诊。啊，复诊。就不用你说了。好了，那先走吧。走吧。
那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得回模型教室整理一下今天测绘的数据。好吧，嗯，今天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你回去好好养伤。嗯。实习测绘的话，你就别来了，我会同步给你的。好，那制图的时候我多做一些。行，快走吧，快走。扶你回去。哎，拜拜。又怎么了？是你学长和小月学姐，我也看到了。你们那个大课不是一起上的吗？怎么突然间他俩这么亲密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解释吧。学姐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扭了一下。学姐，我刚看到是幼年学长扶你回来的，好甜蜜哦。你们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你别胡说。都那么甜蜜了还不承认，该不会结婚了才告诉我们吧？真的不是。你扶我去洗个手吧。嗯。等等，走。嗯。不是说好了陪我出去跑步吗？这次减肥我可是势在必得。爸，不要再哭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吃得下呀？他这几天不天天这样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是我感觉怎么好像一天比一天严重了？你们能不能别说呢？行啦，你别难过了。小月学姐受伤了，梁年照顾他也很正常嘛。我就是知道正常所以才难过的嘛。明明学姐受伤了，她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看到学长照顾她我就是很难受啊。我都有点开始讨厌学姐了。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也不能这样说，谁还没这点小心思呢？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嘛。每个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人都是自私的，对吧，何心？其实，之前我看到林开拓跟你演戏，开拓那么投入，我还以为他对你。我也很难过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已经自我调节回来了。你一天都想什么呢？我和林开拓怎么可能啊？我还想多活几年。你再这样哭下去，真没几年可活了。我们开拓怎么了？我们开拓很好，我们开拓延年益寿。哎呀，他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逼问他？哼，行吧，我们一起坐着吃点吧。
干嘛？好的，阿姨，我知道了，您别担心，我会跟他说的。阿姨让你端午节回去拍全家福。不回，谁和你们一家人？爱回不回，我也不想跟你拍，也没时间求你。梁家大少可忙了，忙着交友满天下，背着别人到处跑，真是不爱啊。你可以不用讽刺我，我只是传个话而已。那就祝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拍照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想多了，我也没打算回去拍全家福，我已经拒绝了。没想到梁家大少还拒绝当孝子的机会啊！懒得和你啰嗦，我还得回去做策划图，毕竟作业更重要，我得拿第一的。谁说第一就是你吗？这第一不是我，难道是你吗？你等着，这次的第一一定是我。吹牛谁都会，不如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赌谁输了，就乖乖回去拍全家福。那你就等着被挂在墙上吧。有些人还有可能被放在床头柜呢。等着。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数据算一半，送小月去医院了，还得把没算完的数据给补上了。哦。昨天没受洗啊？是，对不起，学长，我。没事，你收吧，我帮小月收。哎哎，昨天小月也是因为这个三脚架受的伤，要不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那你收吧，学长，我走了。夏淼淼，快下雨了。夏淼淼，上午9点来图书馆画测绘图。
快呀，都是演技，都是演技。认真你就输了，不能输。夏淼淼，上午9点来图书馆画测绘图。我不在学校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，你别等我。怎么了，学长？记得英语周报的钱问你妈要300啊，不是200吗？我们要凑钱买篮球啊，你忘了？我跟大超都要了300。我妈敏锐的很，还不如直接跟她要。快走吧，一会儿下雨了。陈胜一直还在里边呢，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城中拦查了，里面不能随便进。声有点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害怕不害怕，没事没事啊。那个雨马上就停了，我们不听就是了。想帮你。哦，你听这个吧，这样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。夏淼淼，
回信息什么毛病？测绘作业还做不做了？跟夏明明一组真麻烦。有人？谁呀？你是去游泳了吗？怎么我在哪儿你都能找到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PS 啊。这个位子是留给谁的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是夏淼淼吗？我和他一个测绘小组，我让他过来画图的。想不到你还会跟我解释。安静点。你觉得夏淼淼怎么样啊？笨，还不勤奋。你觉得他楚楚可怜吗？楚楚可怜个屁，我想打他。不要打他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啦，那我去采访了，把安静留给你。哎，把这个拿着。给你，回礼。你知道我其实对数据有强迫症吗？嗯。当年我妈。这是因为数据师没把数据算清楚，导致工地坍塌去世的。所以我总想着，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建筑师，能不能减少这样的悲剧呢？会的。一定会的。